真的很开心能拿到这位这面金牌。李阳呢？这位金牌吗？有没有想要对彼此说？谢谢大宝贝，大宝宝贝。林洋击退中国多金，小粉红集体崩溃骂裁判不公。杨，那个王姐，你们拿了那个重要的一块金牌，全台湾为你们骄傲。真的是很感谢，就是所有人的，就是现场所有人的加油声，以及在荧幕后面为我们加油的大家，还有搭档的一直给我很正向的鼓励，还有后面教练一直告诉我要相信自己，所以真的很开心能拿到这位这面金牌。李阳呢？这位金牌吗？真的很感谢现场所有观众跟支持声吧，然后在荧幕后面的所有人，因为他们的鼓励，我们才可以继续在场上坚持。李阳王麒麟巴黎奥运男双羽球以2-1击退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组合，王场梁伟坑拿下金牌，缔造奥运史上第一次男双连霸纪录，全台沸腾。这场金牌战，中国央视要播不播挣扎超久，直到赛事进入第二局才紧急切入转播，全程直播40分钟。李阳夺金之后，小粉红集体崩溃，登上微博热搜，痛骂裁判不公，裁判发球，裁判边裁都是弯。的人，这个裁判介绍娃娃是台湾，而不是 Chinese Taipei。最后放大决精神胜利法，恭喜中国包揽羽球男双金银牌。Excuse me。不过林洋赛前竟被酸民质疑，平时成绩平平，偏偏赢在奥运领2000万奖金。那今天你们也是特别用实力证明了自己。我觉得多少还是会去想说，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在公开赛拿到好表现吧？当然，我相信每一位运动员都付出很多努力，没有人想要上场输的。其实也没有说想要证明什么，而是只想要告诉大家，我们运动员上了场就真的只想要赢。刚刚在场上你也亲吻了地板，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象征了，因为我打完之后要退役嘛，对我来讲象征羽毛球带给我很多美好，让我认识了大家，让我认识很多贵人、美好的人。我那个举动，希望可以跟他好好吻别。在上台的时候，你们两个牵手，而且看到你们两个，麒麟有眼光有点泛泪，是不是真的？这一刻真的非常的感动。因为上一次在东京的时候，没有预设我们会拿到那面牌，然后其实有点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，只一直傻笑。对，只一直傻笑说好扯哦。但这一次，因为这三年来我们经历的真的非常多，就是起起伏伏，经历了许多质疑声啊。中间的过程就是我们两个自己知道非常清楚，能再次站上颁奖台，然后又可以让国旗哥在会场去做播放，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。那一刻真的是有哽咽，很感动，还是很想哭。现在不用说，把我们好的那面给大家看就好，那辛苦的由我们来承担就好。有没有想要对彼此说的？谢谢大宝贝，大宝贝，我下课了。他还没有下课。他还没下课，因为我们有可能会有年终赛，所以应该会有年终赛，所以我们还有一站年终赛可以，还有台北公开赛跟年终赛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加油，谢谢。先让选手让他们去休息。还是大家排队。好。好。那要不要大家往那边？啊。你说的都好。没有，还没，大家都饿。辛苦了。或许你我都饿。主办给你的，等一下我们看，一二三，加油！